调试模式，可以用摇杆控制，保存点吗？对，保存点。向下。第二个点保存。上来，第三个点。第四个点，下载。啊，没有，这是在另外一个点。好，第五个点。第六个点。文件模式。文件下载。好，运行当前保存的文件。现在已经在循环了。三四